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啊！捧场的是现在正在给大家支持的是天皇98岁的比赛，来自于阳神对火箭鼠啊。大家预测一下，你觉得啊，不是阳神，还是阳神对 UP 啊？我把名字改一下。大家来预测一下，你觉得这一个地啊，谁能赢 ？UP 最后一个地啊，老安还有两个地。刚才杨神被火气柱套到了，用枪反反了他家枪反。今晚有2000吧？今天晚上现在是98飞啊，待会儿看看2000好不好？还没有占榜的朋友，大家可以占个榜啊！帮我来玩一下今天咱们的百人榜单啊！我现在直播里我看头条这对兄弟啊，882个人啊。我们的榜单还没有占到100个，挂红龙哥粉的小伙伴，那你可以占个榜。声音变了吗？声音变了，这个麦克风可能中毒了，它声音会变啊。麦中毒，现在声音正常了吗？我这个麦已经中毒了，可能是要杀毒了。UP 最后一个地，火球术最后一个地，那狼这边的话还剩下两个地。2000好看的，这个太枯燥了，丹丹。这个克里斯是最枯燥的，克里斯啊是最枯燥的。克里斯的这个连招没有什么观赏性。那现在 UP 利用自己的克里斯又解决了杨神的一个主力，现在杨神只剩一个宝八了，1-3嘛。哎呀，又是个方向的坏，杨神直接出枪反。欢迎小林啊，没事，我这个是我的工作啊，辛苦也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也很辛苦啊，对吧？你们也是陪我陪到了早上。喂，一男，但你今天没站榜啊。不能吧，但你每天晚上还是占榜的呀。欢迎钥匙回家，小二要是输了，我买两包牛肉干，吃一包扔一包。不知火要丢了，朋友们，你们信吗？又是影跳滴滴，两个滴滴空中飞燕疾风拳，结果狼是不是被打傻了呀？怎么全是失误呀？你们发现没有啊？动作都变形了吗？杨神已经懵逼了，杨神。好的，那小师妹被八神推倒了，八神这里又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吧。
你看不到，反正你看不到。那现在38个前方再次推倒，三个八接一个进711是八这里的超级扎紧啊，给他体内注入一股能量之后呢，还没有结束，因为这里有伤害修正，因为一个打了40连重飞，又是一股能量，两套八你才把对方这一口血击掉，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强反的这个啊伤害修正有多厉害。有没有干一点牛肉干啊？蛋蛋有啊，有干的，有超干的啊。西里摩多，那火术也出枪反了，怎么办？两气资源，老杨没有资源啊，老杨没有气。徐良生来说，火术占了一拳的优势。好、哦，杨生跳水跌，可以花打倒，完了，火术要飞了。那么天上之间结果的火术，杨生要跟 UP 打决赛。可以支持一下主播啊，加入咱们的粉团啊，点亮你的灯牌，把你灯牌点亮。老哥，你觉得谁能赢啊？看看你多还是我多？欢迎刀锋啊！感谢刀锋您好啊！欢迎9527。我觉得未必呢，我觉得 UP 也挺好，也可以的。要打穿三吗？哎，谢三岁，我觉得你说的对呀。谢学军撩九的七十级，黑名单没有了吗，兄弟？什么叫黑名单没有了吗？不知道。啊！杨神彻底懵逼了啊！恭喜 UP 拯救了他这么一个队儿啊！乔七王啊，也是属于躺赢了，对不对？这场比赛啊，三神队告服了，你猜对了吗？